过年了，给小米准备一份年夜饭吧。先来点前菜吧，胡萝卜、丸子。大哥，你自己拿着吃可以吗？真是个乖孩子。吃完胡萝卜再吃点西兰花吧。大哥，你别舔，吃进去呀。算了，不想吃不勉强。广东人的年夜饭一定会有白切鸡。准备一锅开水，把鸡胸肉丢进去煮一分钟。网上的教程是关火浸泡至水变凉。我泡了20分钟，水还没凉，感觉不对劲，这是翻车了吗？好像煮老了。切一块给大哥试吃下，好吃吗，大哥？嗯，还行。小美美还在带孩子，不方便出镜，我已经给她留了一份在窝里吃了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用剩的鸡胸肉别浪费，浇点酱汁配点西兰花，一份减肥增肌套餐完成了。